Hello, good morning. Right now I'm testing our M16. It's a wireless microphone system. There are two transmitter and one receiver. So just after last night camping outside, very cold outside last night. So today we are ready to pick up. Let's go check how to pick up. Actually,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but Carrie knows. 那你放着过来，要先把它拉起来，拉链。Yes, you have to zip up first. 这是卡住了还是怎么样？应该是卡住了，好像是。哦，你也觉得卡住了是不是？对。嗯。可以了。哎。来。都收起来了吗？嗯。哦，可以。然后再打个对折，然后再卷，不是这样对折，是。 左边，对，边卷要边用力压着。哎呀，哎，用你的膝盖，你这样太胖了吗？ 太大了，塞不进去。头进深就滚。好，压紧了。抖一抖就好了。把手按进去，压住了。然后放地上，用膝盖顶进去了。 觉得很快嘛，孺子可教也。哎，这么简单的东西哈、啊、，piece of cake。 然后把这个按收紧就好了，收到最紧。OK。袋子关起来。然后嘞？袋子关起来，对吧？对你。 哦，喝点水啊！一早起来多喝水啊！嗯，我待会儿喝，你放桌上吧。 还有一些最恶心的汤圆，不知道怎么办。垃圾桶都丢不进去啊。OK, right now I'm doing the distance testing. Let's check how far it can support. I will go to about maybe 100 meters away.
Let's check. How about now? 1, 2, 3, 1, 2, 3, 1, 2, 3, 4, 5, 1, 2, 3, 4, 5. Oh, now I feel warm. Not so cold. 1, 2, 3, 1, 2, 3, 1, 2, 3, and right now I'm backward. So I don't think it really can do as good as like something. Yeah. 1, 2, 3, 1, 2, 3. 1, 2, 3, 4, 5. 1, 2, 3, 4, 5. How about now? Disgusting. Disgusting.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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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1, 2, 3, 4, 5. I don't know, the pickup maybe takes about 1 hour? I think 1 hour. Take it slow. I'm back. What sound? We are losing our mattress. The mattress needs loose air. How to say? Suck up.哎呀，那个吃的好恶心啊！不应该带来的。洗个手。抽得了吗？应该可以，但是感觉好像很慢的样子，没有充气快。哦，真的？你是不是把那个出风口给堵住了？出风口没有啊？出风口？它不是一进一出吗？你两个都要空着都。对啊。嗯，那就好，那就可以了，那就抽吧。我坐上去了，有没有一个什么薄一点的东西可以让它沉着？炉子啊，就是热气。来加速它抽气，我要坐上去了，有加速的感觉吗？有在抽吗？有啊，它这里都有出风啊，它应该是往那里抽出来，然后往这出来。哎呀！
你不用那边看着吧。去坐着吧，不然进来躺好了。一起来加速。我看一下那个。有这个油的抽掉吗？我感觉没反应呢。你是没捅进去。捅进去了。嗯。这里面有张纸，我看一下。这是床垫的纸啊，那是桌子的纸吧？不是 ，two D flat items， 桌子。Switch. Attach launch. 对啊，就是这么简单的。好吧，继续放吧，看看放半天有没有，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一定要抽啊？哎，没有，它这样才会有。我刚刚是怎样？你把这个气给堵住，我感觉到在消了。有没有？你只要没有那个拨开来，你自己用手指去顶顶看。你没有顶到这个的话，按下去是吗？铁定没有，不一样。那个是什么东西？哎，你试着用这个戳进去嘞，这个会不会顶到？你傻不傻？还抽什么抽？我一坐上去就抽啦！他是最后要把它抽干的才最难。来，一起过来躺一下。我不想躺了。我需要你躺，问题是，这是你的工作，陪着我躺。陪着我躺就是你的工作。哦哦。没人抽半天。我说他怎么没动静哎？啊！哦，快不行了，他待会就出不去了，要用抽的。我们来试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充气垫，睡起来是什么感觉？没有充气垫，就是地下都是小石头。嗯，待会就知道了。你不是在武功山上睡过吗？对啊。你不是跟别人睡过吗？对啊，所以我一整晚都没睡着。我就是他旁边有个石子，我知道你跟我讲过。对，选的路不平。二一个是有个女孩子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嘛。他本来两个睡袋，你塞这里面就不冷，然后我们那些睡袋就当被子盖。嗯。哇，半夜好冷啊。靠在这边上，你什么时候有这个帽子的？呼呼的来，正在深圳买的呀，出来前买的呀。怎么？你的手要放这是吧？我这样才把气压过来。感觉到石头了。啊、哦！啊，这就是这样了。哎，你一出去就放不了气了。那就用抽了。能用自然的用多好。哎呀，哎呦呀！你看你一起来就没了。这把纸也不要了。抽抽抽！
哎呀，你没有弄错。有。哇，这两个盒子应该会很臭哦。刚刚我看好多蚊子在那。我也记住。哇，现在怎么用？什么？怎么放？但你不是放到了吗？应该不用抠很紧，你直接把那个口子对上插。它已经对上，现在已经不会跑出来气了。对啊，你就用这个抠啊，把它吸的抽干的。Inflat, deflat, 是这样吗？嗯。有抽到吗？好像没有哎。看一下。我觉得可能是要开始折叠了。这么多了，现在气很满了。嗯，如果捅不了的话，就是有问题了。还这么多气，我先把它折叠起来，用压的。先不用抽，先不用抽，先不用抽，我先再压一压。我帮我脱鞋子，你先不用拿着，双脚脱，双手脱，快点！哎，你会不会脱鞋子啊？你连脱鞋子都不会，哎呦！不是啊，哎，算了，你就脚后跟就好，就是。我用力掰了，哎呀！哎，鞋子那么小，那么紧，一个角度而已。小心踩到你自己啊！哎呀，好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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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鞋子，哎呦呀，哥，真哥！那你不压着它，好像也不会出气。一定要压着。想不想我在放屁？是不是个屁精？哎呀，快放完了，快放完了！我再试一下。还是用压的吧，感觉抽气，那个不大，作用不大。累了，累了，累了。哎呀，这工作
我可以胜任。又要再折叠。对，但是我感觉塞不回去，要折叠得很好。哇，这是纸盒子，这一边全湿了。差不多了，嗯，要抽了。哎，捅进去好痛！再比一下。好像差不多了哈。这个怎么收啊？不进去吧，太大了哈。哦，这是在这里面的、啊。试一试。对不起。那我就会把那个纸给弄坏。没有袋子，让你直接拿个袋子，或者直接放箱子里。对啊，我是想直接放箱子，那我先做做看。好了，经过我的金屁股，这应该好，就这样，就这样就好了。哦，里面有水，要不要喝点水？啊，好，喝点吧，我喝菊花茶。嗯。有牛的声音吗？嗯。在哪里啊？应该在蛮远的，在那边。啊，我出来玩一玩，玩我的摄像机，一堆摄像机。你看看你是不是管脱不管穿？跟我一个德性。你有什么好说我的？哎呦！啊！哎呦呀！哦，还在录吗？还在录吗？录了多久了？